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正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4页，394页倒算第三行，上明如来之无明，下月又令现以妙色身。故事众生虽类见，这两句言世尊之神秘，明显以微妙之色身，故事种种众生各个随机品类而得见佛。这地呢，公告如来不思议的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啊，在众生一味失了自性，不能现前。在佛陀呢，以感悟自性，自性内面本灵，现在人咧讲本灵，在佛法内面讲本自具足，都是本灵，拢会当现前。无丝毫的障碍啊，无密甲亲密，咱咧资料内底对三宗法所接出来这两小段，无密就靠密呀，为佛说法之时，亦即理外闻佛音声，亦十理外，亦百千万理外闻佛音声。咱会相信未？现在会当相信啊，无疑惑啊。啊，科学家甲咱证明咯，科学家咧讲，这是啊，本灵。古人有一种本灵，现代人甲这个本灵重视咯。为什么？只要咱会当相信，会当肯定，时间、空间是无存在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但时间无存在，过去、未来拢在当下啦，那不可能呢？但空间无存在，空间无存在，就是距离拢无了，并且万里都离眼前啦。而且呢，延寿国师东调初年的人。那伊作为这个梵文观来对所讲的三种九变，
第一种，第三种周边拢嘛是咧讲咱的身心，心是物质身体，心是念头。那身心一念嘛，都周边发界。念念周边发界，唔知百千万里周边发界，念头周边发界，色相周边发界，音声周边发界。那来就旁味呢？那旁味嘛是周边发界，这个秘技咱就了解了。众生彼我无共，拢会去感受到佛三种的周边。第一种周边覆盖，第二无障碍，第二种出生啊不净，第三种含容空有。所以呢，伊就会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那众生有障碍，伊无障碍；无障碍，开立有障碍，就变作无障碍了。所以呢，佛以音说法啦。众生啊，各个随类解。那一个色心，众生各个看到无同的形象，这种的感应。完全都是众生的意念真诚恭敬，那这个印祖师父讲的一分心境得到一分利益，十分心境得到十分利益，都是道理。一个讲无明，有一回中，一文说布施，一文说持戒定，各个随心所闻，皆不可思议，故名无明。那咱专修无量寿经，不得讲经说法，咱听到都是无量寿经。这里我隔壁这个有华严经，伊所听到都是佛在咧教华严经，每一个人听到拢无同啊。佛究竟咧讲什么呢？跟你讲，佛无讲，妙咯。因为无说，就会人说一切法，当时说一切法。当一个处所说一切法，一切众生随类随业意念，伊拢总听到，真妙啊！啊，甲佛做伙，想要听什么，你详细听，伊讲的就是这个。
讲甲你也开悟，这真是功德啊！啊，第二种心密，如来住大会中，众见佛心，或黄金色，或白云色，或占波色，或等等六，或等一粒十粒，乃至现大心变，皆不可思议。这心密，嘛是随你看的拢无共款。佛无心相啊，相对倒来，随众生心相自然现前，心量大看到大佛，心量小看到小佛，不是佛有大小，是你心量有大小。啊，这是本领。啊，下落来下面这句呢？按佛性区别为五，那五种：法心、报心、应心、化心。定流心，那这五种，第一种发心，发心就是自性心，名作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梵作中国的意思。是变一切处，毗卢遮那无形象，变一切处，变一切时，无时无处，伊拢嘛伫咧，伊都是啊自性，伊都是啊本体，你啊一切相及诸戏论。第一切相，伊毋是一切相，伊毋是物质现象，嘛毋是精神现象，嘛毋是自然现象，伊真正存在。啊，因为伊啊，离一切相，咱的六根也袂丢，伊咱面前的也袂丢。伊毋是色法，目睭也未着。伊毋是心法，意识啊也未着。那怎样讲伊存在呢？大乘教内面甲咱讲，把地以上都会看着。诶，说明讲唔是咱六根啦，也未着。咱的六根是念有，对于念有伊的内面表现出来。阿赖耶经济就是念有，但是经济无这三种现象，经济无量无边也未着，经济里都位，经济都是阿赖耶的本体。
有着盐，伊就起作用；拄着盐，伊就现象。所以华严经常讲的变化界、虚空界、自性、灵性、灵现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讲的无记自性、灵性万法，这万法的无丢啊！啊，对一体去利用，去利用就是灵性万法。对一体，这一体的自性，伊什么拢无，伊会现一切法。啊，所以什么拢无，咱个称作空。这个空无当作无来讲，那只是讲伊无任何现象，伊会生一切现象。那所以毋是无，伊是有。那一切所生的现象呢，咱以为有，伊毋是真有，伊也是刹那生灭。啊，就过讲根本都无啊。有是咱啦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实际上是无。大乘佛法甲咱讲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，那空叫做真空，有叫做妙有。无有理有叫做妙啊，有理无有叫做妙，真空妙有啊，这是真相。把地以上拢看到了，那恶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看到真相，看到真相，这个人就是叫成佛。按怎才会去看到真相？真相不生不灭了。真相不来不去啊，但啊，将来都无离开真相，是因为咱家己有障碍，而看未到真相。这个障碍是烦恼，是习气啊。是。无量劫来到现在，还佫继续咧做叫业，这还是障碍。伊个这个障碍放下，就看下着咯。所以看着无困难，难是爱啊。放下，为什么放不下？真相不了解啊！我以为这现象啊，这假象，我以为是真的。诸相是真的，我以为是无，是假。哇！六根也未丢是假，无想到讲六根也未丢是真呢。六根啊，研究的都是假，这世间人伊未了解啊。
这真正叫妙法啦。啊，都爱告不得这么深的定功，自然就会看到啊。那看到了后，从此都认真无认计啊，计拢放下咯。真的就未搁再执着，执着未着，那有执着就未咯，无执着。无分别，无起心，无动念，真会做现前，这叫真相大别啊！你啊，看到真相，你甲诸佛如来同款，你也讲未出来，无办法形容，未当啊，想象。不是讲用言语说，会当讲会出来，叫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就未丢啊！念他这叮当错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咱的自性，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你只要认识伊，有滴万有你拢明白咯，这叫幸福，无一项未通达的，唔是无来啊！这个难得啊，唔是无来，有未来啊！啊，凡是恶来，拢嘛是假呀。智识不是智慧，智慧现前，智识拢中枯竭。啊，有智识无智慧呀？有智慧一定有智识。这学习的方法无同啊！现在人有福，咱伫倒位，咱伫无用古人的老方法，用科学方法来有福。学到什么物件？学知识啊，科学知识。真系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发现，物质现象是什么？意念是什么？但佛经上讲的是同款，但是一个是知识，一个是智慧，受用无同啊。因为受用不通。一切法都嘛通咯，科学只通这行尔，另外要真侪问题也未通，这都无讲咯。科学用偌侪时间呢？佛法放下就是啊，因为时间无追，但问题就是讲你要真正放下，
啊，发心这是最难了解的，就是本体。你一切相，有一切议论，言无道断，心行处业，故无边真正功德啊！乃为佛无佛之境界，为佛无佛弘忍究竟。啊，咱入这个境界都毕业了。啊，佛教学校都毕业了，学位摕到就佛道啊。最高的学位，第二个布心，这个布心是智慧之心。如来名罗香那，罗香那什么意思呢？反正中文叫做光明。变教功名是智慧啊，变教啊，来就自性，我就万法，就自性看到真空，就万物看到幻有，真空幻有是因不是你啊？真空即是幻有，幻有即是真空。你是不该，事事不该，这是大方功夫华严的境界啊！啊，灵师从第一相接菩萨感见之啊，菩萨来有感，从第一相菩萨有感，这个境界就现前，伊就看到了。第三。应心，应心，这个布心是佛到初地以上的这个菩萨，这个初地是讲这个别教，如果是原教，就华严法华，这个原教就是初祖咯。那初住呢，就明心见性，就是发心菩萨。华严经上所讲的，华中世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是原教，啊，原教初住，定是别教初地。啊，就是破无明正法心，就看境界。啊，别教，正佛，顶教，妙教。第二原教是什么地位？别教的十地就是原教十祖，别教的顶格十祖顶面是十行，初行为的菩萨是别教的顶格，别教的妙格
是利益行为的菩萨。啊，这是跟原教两个的对比，咱就了解了。利益行够起去呢，是明也够有八个位次。啊，顶面有十会向十地，顶头也够二十八个位次呢。伊也阁倒爱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才会证到真正究竟圆满。啊，这个地位上的菩萨见性了，所以智慧的相都现前。啊，圆满观顶面讲的三种周边，已经证到了。啊，用心是凡夫感应的，忽略多虑多凡夫，未当啊用不心。不心凡夫看不到，为什么？我性心，凡夫会看到法相，阿赖耶的相分加见分，阿赖耶境界相相分，阿赖耶的转相见分。把见分当作家己的心，把相分当作家己的心，这是六道凡夫。佛要教化六道凡夫，要现同款的心。这心对对来，父母所生的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必须由父母来出世。入胎、主胎、出胎，啊，拢总爱实现啊！啊，六道凡夫拢同款，六道的人才会当接受。这款呢，人呢，买当成佛，啊，咱买当成佛啦。把我们有佛的信心建立起来了，所以啊，做这实现即把上圣道之佛，那地前菩萨离行凡夫的感见之啊，凡夫看到了。理性嘛会看到，地前是什么呢？别搞初地以前，三贤位的菩萨啦，因伫都为地殊胜啊法界，殊胜法界里面的菩萨。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别教的啊！啊，别教的佛，都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，成佛咯。
天台大师家也叫做上师结婚，天台六结婚，好分做六种，这上师结婚啦、啊，婚啦、啊，通常咧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婚，这是理结婚，理想讲，一切众生拢嘛是婚。啊，对思想讲咧，唔是思想讲你是凡夫，啊，有福咯，行到这条路咯，天台大师讲，名利即福。你也行到这条路，你什么功夫都拢无，有名啦，无实啦。本来是佛，有名无实啦，实际上是凡夫。这个名利都是佛。那古代的著作当中，常常有写着。名利为重，就是讲名利节，无真正成就，搁一个名利的位，真正做咧就改定非，只有一点仔成就，对名利为个提升，叫做观行结婚。那观行就是讲认真伫咧做，啊，但是程度也无够。啊，真正用功，真正修戒定慧。戒定慧得到咯，有戒有定咯，有戒有定，无代替大我，这叫做上师结佛。有点啊成咯，唔是真呢，是我戒佛是上师结佛。我话一句讲。是法界里面的观行位，也阁未当到上师，真正的观行。啊，上师结佛。这净土中来对，住一心不乱。那住一心不乱，是极乐世界方便又有土。那如果得到离心不乱，就是分净结分啊，伊无完完净掉，伊是净掉，就分多分，又分净。分净咧，伫咱净宗来讲啊，净宗甲华严是一体啊，是大乘圆教。四十一位发心大师。拢叫做分净，对于原教初祖到顶格，拢是分净。啊，顶格破最后一品呢，生长无明的习气，这边习气那破了，是不透无看到了。
将一公献前，这个祖祖连连去立上一公，这个究竟结婚啊，这才是无上正定正觉啊。第一是佛陀里面是啊，正定啊，正觉啊，究竟这佛是无上正定正觉。华严讲啊，最详细，这个凡夫要安怎去证得究竟这佛呢？那讲啊，上圆满，那唔过，无人啊去看到人证得啊。这古代的讲咯，对理想讲，讲会通；对思想讲，唔捌看到讲，多一个人修成这款的地位，啊，所以华严到尾后，甲净宗连着咯。啊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都归敬了，啊，极乐世界连着了，啊，极乐世界只需要净愿，就是讲真心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那真正愿意往生。只要你念这句佛号，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，慢言放下，对应你咯，得成功咯。这个有人看到，往生的人足多啊。华严嘛，迄个方法，咱无看到人往生成就的啊。净土看到真侪往生呢，所以咱头前有读过啊。就真实利益来讲，净土是第一啦，无量寿经第一啦。就理论上来讲，华严第一。那方法呢？华严嘛第一，但是真正利益，这经是第一。啊，所以这经顶面举了三种的第一，理论方法跟华严同款，但是伊是讲一经，啊，伊用圣观其名帮助你到极乐世界，一个生到极乐世界，你都是阿弥陀地菩萨咯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无法度想象的，真正是叫做行近路咯，行捷径哦。这个法门，男女老少，贫富不少，甚至是五欲啊、十恶、诽谤正法。真正会忏悔、会认错，拢总会往生啊！但这个业障呢，拢未当障碍你往生。这是净宗以外任何一个法门拢嘛无的，只有这个法门才有啊！所以
佛实现应心来到这世间来，度化众生，真正的意愿啊，就是用这个法门啊。所以贤道大师讲了，诸佛随行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啊，这些应心佛拢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得已的讲其他法门，是这个门太难相信咯。你啊，认为讲迄个门较悬，就甲你讲迄门；你认为讲迄个门讲大，就是讲迄门。讲到最后，理论方法境界拢嘛甲你讲咯，你试看卖。你会当确立未？啊，若未当确立，要有一个法门会当确立，你去考虑一个啊。这个时阵讲净宗，伊就相信，也接受了。我家己是过来人啊，早年初接触佛法，唔相信这门。总认为讲这门是释迦牟尼佛接引一群老太婆，唔捌字的、无知识的下下君临。我是安尼想的啊，这个想法对造成难信之法啦。为什么难信？啊，教我学过这么多大经。大论了后，这个我倒转来想看嘛，真正未用呢。这门我知影咯，理论嘛知影，方法嘛知影，未用呢，行未通，太难咯。我倒转来看这个，相信咯。啊，讲的理论方法，大经典拢有。啊，唔过用嘅方法卡妙啊，大经典咪无嘅啊。只要信，只要愿，只要老实念佛，你就往生。啊，伫这个世间就净土，固然会当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拢总放下，一心专念。到极乐世界啊，唔免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就是阿弥陀地菩萨。为什么一心相应啊？跟诸行相应，跟阿弥陀的本愿相应。心清净相应，平等相应，平等是完满的相应。那究竟的相应，这两个啊，拢嘛是啊，不容易。那清净心是无染污的，具体跟你讲呢？就是见思烦恼登咯，见思是念污啊，平等心无用现前，平等心是什么呢？啊，无妄想执着啊，这个分别都平等咯。
无念有就清净。你甲看，清净明定觉，好见思烦恼，好定沙烦恼，好无明烦恼，觉代替大我明心见性。这经题顶面，净宗修什么？都修这个。这个跟华严同款啦，跟法华嘛同款。那个禅跟密宗同款啦。原来啊，这句阿弥陀佛拢中修了，拢在其中啊，一项都无离啊。真难信啊！这个难信是佛讲的啊，不是别人讲。啊，我若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让我加活这几年，我才有时间不断的深入，才真正相信。所以对佛真正感恩啦、啊。但那照世俗来讲，寿命是一定的，前世修的，我前世修了无好啊，所以寿命只有45岁，45岁就死了，这个疑问啊，拢嘛低咧。要圣公念佛，要行往生，反省动机妥。肯定是下三品，但这40多年的寿命延长，我唔敢讲，个家己提升到是不妥，至少伫个方便妥。真正是大幅度的提升啊！啊，方便土，执着放下了，未执着，什么拢好，无将唔好，啊，行顺众生。随喜功德啊，念从心拢好，我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！你未妨碍我，我也未去妨碍你。啊，一念到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念离无念，无念离念。那个境界都是生是报庄严土，那个境界的禅宗代替大我明心见性上定啊！净宗依据的经典都是五行。五经一论，分量真少，以力完足啊！你一都无得比的啦。我这一生行温度的这法门，无比的庆喜啊，庆幸欢喜啊，庆喜是阿难的名字，阿难是梵语，反正中国意思是庆喜，偌幸运的啊，偌欢喜啊，会当去往生未？会当成就，伫家己决心，是毋是放下？关键伫即块，
对这誓言唔去放下，不一定会当往生。对这个誓言真正啦肯放下，会决定往生。法啦不应三心啦、啊，第四个化心，一时化现之佛为化心，人这时间。咱看到了咯，这个是化心啊。这个一时嘛有真长的，离魂老和尚雕山破冰。在半路变倒了，在旷野，附近拢无人烟，无船桨，最危险的时阵，都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来帮助伊啊，照顾伊半个月月。啊，每天去讨饭来供养伊，去山顶采草药啊，给伊医病啊。啊，伊一摆去雕山三年外，努力病两摆，两摆拢嘛是这个乞丐甲救的，两摆时间加起来一个月个啊，逐天个照顾。以后到五台山才知影讲文殊菩萨的化身啦、啊，化身者救急的啊，帮助你。你需要帮助的时阵，伊存在；无需要时阵，就无去咯。啊，新婚啊，无一定什么新婚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在旷野拄到这个乞丐是无稀奇啊，伊也是讨饭的啊，哎呀，伊无厝啊，四季去分油，这真正常的啊。伊老和尚一点啊拢无疑心，接受啊伊的照顾。第五个叫做顶流心，是啊，为教所立四心之一。顶是平顶，流是流泪，就是跟你现动内心。你从什么以跟你现动内的？那我们文殊菩萨现一个出家人的心来照顾伊啊，迄就是属于顶流心。伊现在乞丐伊啊，唔是一个出家人。迄是化心啊，顶流心是密教所立的四心之一。咱参考资料对有啊。第十八页，密教所立的四心，这个来源啊，都是啊，佛学注地啊，通篇四心者，有信心、修养心、变化心。顶流心这四种，自性心、修法界、万有诸法、自然体性之心，文自性心，这叫做理法心，这共同。
这行内底所讲的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在佛经上该称作是自性心。第二个受用心，受用心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，有两种。自受用心，虽不离大悲，离本大智，这受用心都是大智大悲。那自受用偏在大智，他受用偏在大悲，怜悯众生啊，所以有大智慧。大智是什么呢？大智是跟发心啊相应的智慧。智慧也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变一切虚空，无任何现象。啊，那用咱现在为了形容伊呢，伊是一种灵感，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灵明到极处啊！啊，咱想象，冈本朴树做最实验，现在高阳老医生伊嘛咧做，所看的效果咧，啊，佫超过冈本朴树啊！伊两个仪器非常新鲜，我去参观过，水是矿物。偌济水，用针的头放在水内底，就是针顶面的一滴水，真少。啊，实验室内面用这杆啊，很长长的，大概差不多这尼啊粗。啊，有遮长，这内面是堆水，用的时阵用针去运水，这一滴水会信息，而且会看纹理，而且会听声音，而且是咱的念头，咱动这个念头，讲我介意你，我爱你，这念头介意啊。讲几声，放伫这个冰箱，摄氏零下5度，会结冰。2点钟了后提出来，你会变成四灰，一点一点的四灰，伫遐物件内底去看，现在信息。这个显现出来，这社会非常的水，不善的信息，我讨厌你，我不介意你。那个画面啊，就真正歹看咯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讲水有见闻觉知。那见闻觉知也是性德的，见闻觉知变法界，变虚空界啊！每时阵就变作阿赖耶识内面的色受想行识，叫五蕴啊！色受想行识，任何一物体拢总有具足五蕴，
我有分不开呢？啊，无色心，嘛有色受想行识，但是迄个色心叫做无表色，咱看未到，也是有啊。谁看到？大乘经上讲，八地以上又看到了，啊，无现心嘛会看到。阿巴地菩萨以上，因为我心啊变化改虚空界啊，伊知影啦，利用你伊个境界咯。现在人咧讲，利用你伊个主场啊，伊知影，因为拜天哩，伊接受，甲你变做一体咯。那受用心呢？无助受用，头前咱有记了，发心菩萨所感，妙觉如来有应，应现出来是发心。那发心菩萨同款的心，啊，帮助发心菩萨提升，啊，帮助伊还是他受用，主受用呢？主修用是大般涅槃，也就是咱经常咧讲嘅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这五字咧，真讲啊无边际啊！这五字看起来，那像真容易，实际上伊也真深，真深。啊！伊个清净平等，伊个觉拢嘛是周遍法界，含容空有，空是虚空，嘛包括自性净空，有是妙有，包括一切万事万物。这个助修用，贵呢？贵是超贵，应乎沙数之万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第零，助修发乐之心。这个欢乐呢，苦乐两边都无咯，这个真乐，有苦有乐，迄、那个乐也是苦啊。这来知影，真正的乐、苦乐、念经，拢总拢无咯，这真乐啊。所以真心啊，理念啊，无念头，起心动念都拢无，起心动念都变成阿赖耶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都是自修养的法乐。
咱就知影咯。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，永远自在欢乐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当然就无分别执着咯。啊，一念不觉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对起心动念，生起分别，对分别来对，我生执着。啊，执着是六道凡夫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拢执着。伊若未执着，伊就成阿罗汉咯，伊就超越咯。啊，有定执着迄个禅定，啊，阿罗汉得定，无执着禅定的念头，管理管理即地啊，也超越啦六道轮回啊。四空天是未当超越，所以放下执着，啊，就超越咯。啊，无放下执着，就咩啦搞？定功失去咯，也都要去六道轮回啊。所以，该伊工作是世间禅定，世间甲出世间。无差别，就是讲，一个有执着，一个无执着。啊，咱今仔日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于这法，若跟所接触的六顶境界为执着咯，就是阿罗汉啦，都是阿罗汉的涅槃境界。啊！甲一切众生和共同顶，一点妨害都无。啊，代志一切代志照做啊，心内无执着，清清气气，一点不念，都、就是住啊清净心。为什么不念呢？怎样讲一切法是假呀？不是真呢？那就看破了。为执着叫做放下。那真正怎样讲这个世界是假呀？欲都是假呀，不讲是真呢？那你心是假呀？心嘛是假。啊，念佛都唔是假呀！念佛真正嘅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我嘅信心都伫喺一句佛号当中。有代志咧，我佛号放落来，甲恁同款咧做代志，做完了后一点不念，我也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念到底。我永远念落去，到极乐世界嘛未改。啊，这句佛号嘛是假，那真甲假是因，唔是理啊。我就念到这个假就好啊，其他假我拢无爱滴。这个假呢？甲阿弥陀佛结成一体咯，阿弥陀佛的智慧、道力、神通，无量劫所修积的功德，我嘛给分伊福气啊，我的这功权咯。
这就是得到伊的加持啊。伊的光照一切众生，但是有一款众生未接受，唔是讲佛无慈悲，唔是佛光无加照，哎，伊家己唔接受啊。那就无办法啦。但是佛也是会照，伊唔是讲伊唔接受，伊就甲光收起来，无这道理啊。伊的光是永远咧照的啊。等到你啊，都是讲接受啊，你就福报咯。唔是讲无照就收起来，伊无收啊，从照光未收的啊。由此知影，你得佛光的加持啊！佛光内面啊，有智慧，有功德，有真实的利益啊！我这个加持啊，一切众生，这叫做大慈大悲啊！这叫做大智大慧啊，大智慧大慈悲啊。哦，不是讲咱求伊只加，无求未加，不是，那个完全想错。咱求也都是接受，咱无求就是未接受啊，白贴。这个、意思，这个、才知影讲真正佛菩萨。一切众生还是一体啊，总体大悲，无言大慈。你今天你破坏这个净土宗，诽谤净土宗，把佛菩萨的像拿去烧去，佛光也是会加持你啊。并不说阿弥陀看到你把他的像拿去烧去，他的受气把光收倒回来，无这款的道理，也是给你照啊，也是帮助你啊。你唔接受，你的罪业，你的烦恼习气袂当断啊。你呐接受咧，伊就帮助你，慢慢啊，就把你的这个习气、烦恼、罪业融化咯。佛的功名，心机莫测啊！那他修养心，虽不离大地，离本大悲，帮助众生是以大悲为本。但是地啊为辅助，主修养呢是大地为本，大悲啊做辅助啊，悲地动体拢是对主性来对出来，动体是初地以上。护东西究竟天，护是对下面来看，这究竟天是第四禅，有心相。四空天不是，四空天无心行啊，所以四空天的大乘佛法拢未讲，现最高的大心。你说话之心，因为他是积累修养，我闻他修养心，是靠众生呢。啊，不心一定是靠
证着不信的菩萨，对那是现的啊。变化心呢，是为地藏菩萨啊离行，一无净土，一无分段动机，变现等立定修心，离立处置，这个变化心啊，这个所在的变化心呢，包含头前所讲的啊，用心。所以有时候那个应化合作会叫做应化心，那这是对有别教地藏菩萨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对十法界是用变化心，而且应化心一个现长乐修心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示现的，就是这款的心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第四种顶流心，现动菩萨那离行，天龙八部顶九界顶动。有类之心，应机立物而无障碍，就现定流心。我若要到高下，现高下心，我若要到一丁羊，现羊心。我要到这马，就是拢嘛是定定自做共类。一定现买心，啊，不多归心现归心心，就现动雷心啦、啊，定是平定，流是流泪，甲伊啊平定，甲伊讲一泪，即个才会让帮助一切众生。两路的主开来做马工啊，真好。佛心之现，威武临天，伫人现人心，伫天现天心，伫鬼现鬼心，伫精神现精神心，因类同行之心，以类可得。见智啊，金经这佛有一心，现无量种种啊之心，可使种种众生不可得见，龙标完明无敌，不可思议境界。啊，万民古德华严经所讲的，证明本经甲华严确实是一体，只是内容。有反感不同，这本比华严简单，华严嘛比这本较丰富。但想要深入去了解去看华严，华严讲较详细，
非常的详细啊！你看清凉的苏草，看苏草演绎，一个人一生一定爱专攻一门，专攻一门。清凉大师在世，专攻华严。这才会当入伊的这个境界啊！密教来对讲，大成就者。创伤多，创伤杂，未用呢。啊，修学最重要，就依照家己的能力，决定能超过。超过家己的能力是达未到的，过多爱认识家己修学环境。环境若不稳准，那是一障碍。但真恶成就啊，方方面面叫做啊，缺机。这个机有人事，有处所，有时间，也有啊，时节因缘，面面拢嘛爱顾着。拢唔通违背啊！一条路都是会真正顺利畅通啊！但若是讲有障碍，都是麻烦了，你会生烦恼啊！生烦恼，你就退转了。未生烦恼是无容易啊！啊，若要未生烦恼，都要转盘落放下，都未生烦恼咯。呀，有一项放未落，迄都是烦恼的根源啦。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，上为赞佛，下为发愿。头前的一首偈赞佛，这首偈发愿，发种 BQ， 有叹佛功德了后，随即发起广大誓愿，愿诸诸佛，愿掠佛土。这个啊，佛土都是啊，道场。普利众生，塑性正觉，这塑力啊，真重要啊！该发广大愿，是为至要。古人观察一个人，都是看伊的愿望，都会评断这个人是圣贤君子，也是一般的小人。这个人将来有偌大成就，你就是看伊的这个愿望啊，是不真正有伫咧兑现？那不是讲真呢？成就就会平常啊，那真正要实现？
监督都无用了。因为这出世间一切法，阮是先导啊，阮引导你的行为，所以广大誓愿，愿诸诸佛。愿力佛土，福利众生，速行正觉。这个愿太大了，要认真去做啊！真正向伊目标去迈进啊！该发广大愿是为之要啊！啊，如普贤行愿遍法，如来功德。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，经是经过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佛刹极微尘数劫，这句话是讲时间，无限的啊，长远，详细演说不可穷尽，讲不完的啊，讲不尽的啊，若要心。就啊，出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功大行愿。由成就圆满净土，一定都要落实普贤行愿。就是讲十大愿王，发功大愿的人有。我不看到啊，听到，但是成就的啊无，关系发了啊，伊都无兑现啦。已经祝福伊无做到，甲普贤菩萨所讲的无同。其实大乘是对哪位入门呢？都、就是对这来入门啊，所以来大乘门无入去啊。大乘经教一切用经，一心定力。你甲看嘛，这么多经参仪规。那些汇集经教里面的精华啦，发挥意识这个开头，一心定力，一切恭敬，念修念到了，声音嘛真洪亮，念个真好听。我做够啊！啊，看到人就起分别心，梦想啊，分别执着，拢种拢苦作。所以啊，有名无实，不是认真的做。认真做还不得了咯，道场不管大小，主将不管是偌济，真正做的人是天下第一，真实道场。啊，讲的是一套，做的是另外一套，可这里袂当相应。所以这是假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看到这情形，脱愧啊，
我看到这情形怕破下啦。佛法哪会灭呢？就是按你灭去的啊。十种功德行愿是啊，佛法行门最高的法门，无上法门。哎，那今仔日连最低、最根本呢？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我嘛无做到。那会当啊去做，发心菩萨所修的大行愿，这是发心菩萨修的。三贤菩萨也修，做得无完满。啊，咱发心无爱发心。哎，向着这个方向啊来去行，不过真正容易行偏差，行到车路去咯，行到下道去咯，家己是不知不觉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讲咱的行不够啊，中华大师的标准就是你的。解下无够，你无看破，所以啊，你放未落。啊，这要安怎呢？也是要对解来用功夫啊。解上那是讲读书千遍，都完全拢无讲。会当老老实实啊，恭恭敬敬啊，对一切人事物老实谦虚啊，这个经念上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，三昧啊成就了。不一定什么因缘，你开悟了。普贤习愿，自然就圆满了。你啊，全部做到了。不免去学，为什么？伊是性德，见性都得着。那诸性伊都是安尼啊，见性都是，你去学见性的人肯定咯，变化界与空界，跟我是一体啊。这我定咧讲，大乘的伦理讲到究竟圆满。伦理讲关系啊，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？一切诸佛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但一切众生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你呀、啊，家己承认咯，你家己呀、啊，无怀疑咯。啊！一体内面呢，亲爱的关系自然就流出来咯。这种亲爱就是啊，充满着无尽的智慧和慈悲，这得流出来，不是恶来啊，是自性本有的啊，本出苦集。下面讲了，
该正宗以性原形为杀猪牛。净土宗修学的三个条件：性原形。老的大师讲《弥陀经》要解，都发挥着这三字。这部经的内底，自分用性原形讲，正宗分嘛是性原形，流通分也是性原形。讲得真清楚，讲得真明白。印光大师赞叹啦，这本，伊讲即世事啊，过后再来，甲《弥陀经》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吉祥。这种的赞叹是赞叹到极处咯。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啦，有人怀疑无真多，我阁拄到一个大师级的人啊，唔是普通人，啊已经往生了，延培老法师，甲我是老朋友啊。我十岁是我的前辈中者，伊对台湾移民去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三十多年，伊捌甲我问过，佮特别请我食一顿饭，问我这个问题。印光大师啊，对《弥陀经》要解赞叹，是毋是啊？伤过分啦？伊也是修弥勒净土。我是修弥陀净土呀，伊问我这问题，我回答伊讲：印光大师啊，这个赞叹是嘟嘟啊好，一点啊未计分，答你啊，真是。啊，确实是啊，不可思议。咱呐对伊都爱有信心，无信心的当面错过了。我伫阿未拄着这回一本，无能受经回一本，大概二十多年前伫美国的时阵。我发心一生专攻《弥陀经》要解，专攻这部经啊。讲这个注解，更人念佛求生净土，以后拄着这个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真少人去学习。所以啊，我就来带头，这本太好了，真正都是释迦牟尼佛念念所希望的啊，
有人甲伊即个一生到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即个讲演，甲伊汇集做一本，一本竟然咧出现咯，出现伫咱即代啊！我原本有这个想法，家己能力做未到啊，修行功夫无够。搁一方面，文理功夫嘛无够，必须得爱下联路这款的人。这做会出来啊，做个真好啊！亲像夏连禄、吴连禄，我相信伊拢是再来人，唔是普通人啊！阿连老寿卿，来这世间，拢嘛是来表范了。都不是普通人啊！大家做伙来帮助现在佛法的苦难众生，大圣对这法门警告：哎，三圣啊，坚定的信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拢无。这个法门，这部经会通一切法，那是佛法，大乘、小乘、中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拢通啊！所有的宗派的义理甲方法，这部经内底拢嘛有。而且呢，所用的方法妙绝了，简简单单的四字，即个只讲三字：信、愿、行。行就是念佛，信、愿、念佛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三猪牛啊，猪是啊，金钱；牛是牛食，猪牛这个是俗语。古早时阵出外去旅行，一定爱炸呀，辛苦都爱炸钱，要来炸牛食。为什么？古早时阵无现在这旅馆。和现在这饭馆，你要的时阵，你家己来炸一点啊，这米去煮饭吃。都系家己动手，无猪牛，你就袂当去旅行啊。啊，阮伫空闲期间，多难啊！辛苦要炸一点钱，要炸一袋米。米呢是用这布袋啊，圆的啊，长长的，这来堆堆米啊，两头拍一夹，会当排咧辛苦的。啊，专门堆米的这款袋啊。那随时爱炸你辛苦诶，云鸿大师啊，老爷大师啊，微信
不足其愿啊，非愿不足道行，真得爱真心。你啊，这会发愿求生啊！啊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就像咱这世间同款。你认为讲咱这世界有极乐世界有啊？你认为讲咱这世界无，极乐世界就无啊？信心是第一啦，啊，对理想来讲，但是经常常讲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有了世界嘛是咱的心相生的。我想阿弥陀佛，都有阿弥陀佛；我想极乐世界，都有极乐世界啊。啊！我无想，伊就无啊；我想，伊就有啊。啊！一切法从心相生，相从心生。即有心生，互相讲的啊。啊！既然有有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罢。法是十八愿，以家己无量劫修的功德加持，是法界一切众生。咱若有分啦，所以爱发愿求生啊。只有这个愿，这个好都提起来。一切事，一切处，为了好提起来。啊，时时刻刻心肝内有佛号，心肝内啊，垃垃圾圾物件，慢慢的给淡掉，把刚拢来淡掉。但这个呀、啊，三年五冬啊，就淡了了了。都无咯，只存落一句佛号，这是恭喜你咯。这个境界叫做念佛三昧，你就念佛三昧咯。得了念佛三昧，你就决定会得生，无一丝毫怀疑啊！决定得生净土。有把握了，你心生欢喜啊！你无忧虑，无烦恼啊！心安法事法，修行积福，最重要、最基本的代志，立愿故先，爱发愿往生，愿立这众生苦多。心化即佛道堪成，犹我高低欲下如来行，必先古化菩萨愿，不可晚也。这个代志。哎，认真去做啊！今仔日啦，时间到了，咱来学习到这点。